台五早，第一早的新闻必须播送给您听，祝福大家呢，规天平安顺心。当然呢，爱祝福大家哦，新年快乐！今仔日子呢是二月二号，礼拜三，旧历是正月初二。咱新闻首先呢，也是来关心天气的状况哦。今仔日开始呢，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小看回温。不过伫北部呢，东北部地区相对之下也是比较比较凉冷哦。也另外呢，华南分乌区呢也是持续替台湾哦带来了水气，但是甲相比起来呢，这个水气搁再小可减小可，主要影响地区是伫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南部的山区，也搁有外岛的部分，无定时可能会落绵绵雨。也其他的所在呢，今仔日算是一份的稳定的天气，所以咱来看天气情况。今仔日是大家要等于后头厝的日子哦，南来北往的时阵，都要先来了解各地天气的表现，和大家。建议哦，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北部地区的朋友呢，今仔日出门哦，也是唔通放袂记爱扎雨伞、雨满，长䘼啊以外爱穿薄外套。也伫中部甲东部地区同款是安尼搭配哦，长䘼啊加外套。也南部地区的朋友呢，这外套是早咧因明早暗温度变化，日时呢穿长䘼啊就正舒适咯。咱继续提供给大家哦，详细气象的数据。北部地区16度至19度，有九成的落雨机会。桃园新竹苗栗呢，落雨机会有15度至19度，落雨机会有30%。在中部地区15度至23度，落雨机会有20%。在云嘉南地区呢，15度至23度，落雨机会同款是20%的左右。南部地区17度至25度，落雨机会有30%。在东部地区16至24度，落雨机会是30%。上尾外地部分呢，7度到18度，有80%的落雨机会。时间来到6点32分，咱继续要带你来看世界。首先要来关心的是伫印尼哦，当地时间今仔日呢4点25分，也就是台湾时间差不多3点钟进前的3点25分哦，发生了规模5.9的地震，目前无传出人员的伤亡。也这个地震的中央是伫印尼西南群岛顶面，伫东帝汶圣保罗有182公里。地震的深度是127公里，这是属于这中层的地震，目前也无发布海啸的警报。过来，这个画面吼是伫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哦，当地1月底暗时开始呢，有一间化肥厂呢发生了大火，消防人员表示讲，这个所在化学物质呢可能造成了大规模的爆炸，大约有6500位人呢紧急来撤离，好在这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We heard the explosion, shook our house. We weren't sure what it was. When I opened up my front door and the entire sky was nothing but orange. I could see the flames shooting over the trees. 画面当中所看到，不但有大火，也有浓烟哦，一直呛出来哦。至少90位消防员呢，正拍拼咧做打火哦。一半点钟了后呢，赶快是无法度控制火势，也因为现场哦有大量的爆炸的硝酸钠，尤其是温度遐尼啊高的情形之下，所以为着要顾着消防人员的安全，最后是撤离，留下一台无人驾驶的卡车在现。放水，消防队的队长表示，这个工厂的大楼已经倒去了，也那导火原因目前也还不清楚，同款需要来调查。透早要予大家知影的哦，包括了国内呢新冠疫情的部分，昨呢新增加60例个案，当中有16例呢，这是属于这本土病例哦，有9例是伫高雄，7例是伫桃园，当中哦不明原因的感染源包括了这个暗号18942，这个暗号伊是进前对中国大陆倒转来台湾，也伊的后生呢昨已经确诊了，到底是虾米人传染予？什么人呢？要进一步来做调查。另外，在桃园某一间物流公司呢，分股案扩大，搁再有4个人感染到，市府也已经扩大控制来做裁减。
亚春针的疫苗哦，现在也是同款的注射哦。比如讲呢，昨啊将会找伊拉伫台南的安定区大天户头前哦，同款有来提供预防下注射服务。真济哦，平常时真无闲的民众呢，趁咧过年过节的时阵放假来注射预防下，医护人员也牺牲假期，就是希望大家赶紧会当来注射预防下，才会当来对抗疫情。初一来庙里行村，台南安定区大天户头前，搁会当注疫苗。都第一季，好，是，全在大年初一啊。哎，对对对，这样不到零。别人没空，我们有空。有空啊，今天有放假，不然要那个预约，要不会预约？有预约吗？没有预约。连无疫苗的长辈拢会当随来拍，有在地人嘛有回来过年的人拢来排 BNT。今天全面开放一二三剂的话，我们都统一施打，会打出354剂。但是如果说有多余的人民都来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为我们的民众连续施打着。将会初一那过来一家来维持秩序来给大家服务，拜托大家踊跃来打疫苗接种。新民陈水瑶看到我们注疫苗，他也更加保护我们。一群医护人员，还有区公所人员，新春的第一天就牺牲假期，希望新的一年疫情紧离开。台新闻南部综合报道。今年也因为疫情哦，真侪人拢知影哦，这宗教活动哦，大部分的拢是取消。比如讲哦，大家拢正了解这个法鼓山哦，第二高梅时阵拢有这个认证哦，祈福的发挥。今年是第二次哦，采取专程哦，伫网络来播出咯，而且伫现场的人数呢，敢那剩差不多百外人左右。民主大。法鼓山弄清祈福连续第二年线上举办。法华钟声第108响。法鼓山今年以大菩提心为主题，鼓励勉励我们能够学诸佛菩萨的大慈悲、大智慧，用大慈悲来利益他人，用大智慧来消融自我。加强办防疫之下，今年人数缩减到只剩100名法师甲义工，16年来上介少，庄严安定的力量却无减。随着钟声的悠扬，慢慢的，如果你去年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就像钟声一样，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消失了这样。初一，龙山寺大门外面参拜的民众确实排队排到热热长。老实说，我觉得因为人太多，所以那个社交距离没有办法维持啊，对啊，而且又因为下雨。入口处酒精、食人节，加上消毒门，再入去到内底，还佫有红外线侦测。传统软灯卡活动暂停，入寺禁止饮食，寺内袂当静坐，农历正月法会嘛拢停止。先看这里。出入了。来到主席万甲静思堂，遵守疫情指引，往年春节活动全数取消，整个的空间只剩值班的志工。早上一班，我下午班，晚上还会有人来接这样子。所以就轮三班，嘿，轮三班，啊，就没办法在家过年了。很欢喜啊，很欢喜。疫情当前，如常的心，守护心灵的家。大新闻，肖志杰、徐英豪，台北报道。面对这种防疫的案件，说不害怕是骗人的，毕竟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有老婆家庭。回家的时候也会想说，是不是自己消毒没有落实，很怕把自己的病毒。
好，咱来看哦，今年真侪人拢为着要健康防疫哦，无出门去行村哦，对，长时间呢坐伫厝内底看电视，也是拍电动哦。医师建议哦，你若坐差不多30分钟了哦，最好是站起来行行咧，小可运动一下，会当活通血咯。过年甲家人团圆，有真侪人长时间看电视，医生提醒，真有可能对健康有害。血管容易流通不好，产生血栓。血栓如果去塞住脑部的血管，就会产生中风；如果去塞住肺部的血管，就会产生肺部栓塞。一脚就突然肿胀，然后另外一脚没有，那这时候可能就要小心，他已经有出现早期的症状，就是所谓的深部静脉栓塞。医生表示，只要超过3点钟坐伤久，就可能三型血管脱掉咧。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三高加糖尿病患者，还有食薰的人，就有可能发生这种危机。第一个叫眼歪嘴斜，第二个叫一手一脚没力，第三个叫讲话不清楚。这三个症状只要有其中一个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可能是有脑中风的一个症状。要避免发生血管脱掉的危机，医生建议要多活动，注意饮食。半小时、一小时就起来走动走动，促进血液循环，血液血流比较不会那么浓稠，这是一个方式。就多喝水，多补充水分，比较容易产生血栓，像一些高油脂类的食物啊，或太甜的食物。长时间看电视、拍电动，只要设定闹钟啊，提醒家己加休困，爱加活动，才会当保持身体健康。台新闻蔡佩莹、李建宽台北报道。暖心俄亥俄这个单元，希望大家有看新闻了后呢，规天心头拢真温暖哦。人人呢拢希望生活圆满哦，但是哦总是有气格。在江苏昆山有一个女士何生盼哦，因为车祸造成了下半身瘫痪，所以伊一个8岁囡仔无法度留伫身躯边照顾，做妈妈的人哦肯定是非常的思念。其实这位哦，伊还未30岁呢，破碎的生活呢。好，甲这五组者之间用爱来填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寒风小雨即将来到何生盼的厝。好久没见你了，是呀，我也好久没来，我脚也扭伤了，现在困难了，可以走就学一点。27岁生盼车祸瘫痪4年，行动不方便，只讲每一回来探望，拢会倒三工打扫环境。这边呢都是水果，等一会儿新带来的水果也给您放在这里。哦，然后这个呢，里面都是油盐酱醋，就是烧饭的东西都在这里。因为我下了面条。换上新的床单，整个厝变较明亮。外面这个朝外面好看。对。淡颜色好看，对，应该是这样的，显得房间亮。深颜色，好漂亮。洗头打理好门面，地上无阿轻松。我就想也成为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什么都跟他说，不开心的也说，高兴的也说，烦的也说，反正发牢骚吧也跟他说。他比较让我依赖他，信赖他。1、2、3。就是这份的信赖，只讲小少会搁再来，要做伊生命当中的拉拉队。台新闻徐文娟、吴正江苏报道。再来看的是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哦，真正是真济人真保守。咱来看这个所在是高雄基山的山区，有一个90多岁老阿妈独居，自细至刚长期来给伊关怀，感情哦，就亲像母仔囝共款。也过年进前哦，至刚特别送年菜来到位，阿妈送一大罐的金蕉。安尼无？无哟，没回来哦。一门个滚生笑，是因为扛志刚修好。就在志刚开年菜来到位，只惊长辈无伫厝。不过志刚知影，这个阿妈伫个菜园。90多岁阿妈即天享受着子孙满堂的福气。我打过来，恁来甲我看看。阿伟，要打电话哩？我电话拢小歹去啊。
伊讲叫啥卵卡呢？杜记阿嬷身体真勇，家己种一大片的金蕉。阿嬷用亲手种的金蕉，照顾着亲手耕犁的志工，每一摆访视，拢希望对方会当愈来愈好。他真的不简单，尤其在复健这段时间，他真的忍受很痛很痛，所以他这样能出来接我们，我真的很高兴。新住民妈妈家己采用两个囡仔。叮当发生严重的车祸，志工陪伴鼓励，补充到伊的亲人因为疫情无法度来台湾照顾伊的遗憾。大家的关心会让我更温暖。台湾新闻，金神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今年呢，有真多对外国来的学生哦，因为疫情无法度倒转故乡，台北市大安区的志工就招因哦，做伙去拜访照顾好。小小的空间内面，就亲像是联合国，外籍生用家己国家的语言传达祝福，志工嘛带来了礼物。不是一般的粉干，不是用那个，不是用我们的面粉做的，而是用五谷粉做的，它的营养有二十几种。这个卡片你打开的话，是直接可以用的，就是你去消费，它就等于是金融卡一样。来自贵州的新住民先生王星，跟妈妈姐姐大做伙，看到大家欢喜，即片来唱歌。感恩大地，感谢有大爱世界，你们共同我们创造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哇！哇！你看他好精神哦！学生做到了行善，嘛体悟到行孝爱及时。我好孝顺你，姐姐，你这一辈子生生世世我都爱你。好，你养育我不容易。哎，对，对不对，妈妈？打开一包一包的，里面都是一包。另外一批学生来到红蓝山庄，这里带大的拢是退役的空军，大多八九十岁，来自俄罗斯的博士生，离这家已经关怀两年。因为我觉得特别亲切，所以特别喜欢去看望他们。那真的跟你交吧。你们认识以后就觉得周围的人都特别好。虽然一个腔口重，一个有外国腔，但沟通无障碍。看到这么多小太阳，他们就是这么讲，小太阳来了，然后聊得很开心。这群学生来自台北国大学，国籍宗教无同，但拢有着做人的心。也用行动让社会更加好。台新闻李怀生、江孟倩、高爱芬台北报道。每一年过年有一群人哦，其实拢无咧休困，就是环保志工哦。昨是正月初一，真侪组织环保站是继续咧运转哦。咱来看台北市新光环保站，伫个过年进前哦，收到倒来骨力车的塑胶袋啊，堆起来，亲像一座这小山共款哦。也志工是真唔甘去休困。昨哦，正月初一天光，就赶紧来整理。坐，你安尼腰骨袂较酸环保站初一热闹滚滚，每一个人拢在步行。要分四种，软的跟硬的，因为花的纸要分两种，白色纸要分两种。这个 PE 是有弹性的，拉的话就是有弹性的，那还有其他的吗？其他的很多种嘛，分类卡手真慢，反应真紧，因为后壁还阁有一大堆。眼前这一座小山几乎和我180公分的身高一样高，全都是塑胶袋，是除夕前两天回收来的量，总重将近500公斤。这一包几斤？几公斤？差不多20。所以就整理这么多了。对，就是整理这么多啊，还有那边。就光小年夜的量，你们做好了。对，这拢会疼，这一支手枕头都拢翘起来了。十支枕头啊，严重弯翘，风湿性关节炎20年，环保这条路从来唔捌停落来。做30年啊啦，啊听听做啦，啊听嘛做，啊无听嘛爱做。几岁啊？即卖，即卖就甲师傅变一岁啊，今年46。
感恩你哦。哦，感恩啊。哦，啊那提个两包，我赶紧开始。感恩。今年加码。加码。感恩啦。环保大家庭，初一行春，送祝福。小小的心意，要感恩一双一双爱护地球的手。部长，我家是常住了，他每天都早上都来，常住，他是开解区的。啊，夫妻档。他师姐。最重要是要感恩他，这环保施工啊，爱护地球，大家一起来，他们天天做哎。感恩你哦。不会伤心。让我们的环境更好。感恩你哦。带新闻消息节讯好，台北报道。真好。前所真正在花莲哦，过去过年新年里头的时阵拢真热闹的，但是今年呢，等到是伫网络上真活跃的，因为真正的法师呢，运用科技，用视讯的方式哦，来讲佛顶的故事，也佮有净师发出的精神，希望讲哦，大家连线，大家心每一天拢欢喜充满。五、四。大家好，新年快乐！前书经下头一回，甲回客室变成现代科技的咧影片。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一些吉祥话，互你平安，互咱平安。运用科技，甲佛殿当中的智慧甲故事，分享到世界每一个所在。河神也来护法。以500方盖来迎接佛陀跟僧团。工作团队事先准备好各种的设备，每一位工作人员拢是哪做哪学，处处展现着用心的态度。我们只会一些基本的啦，所以就是透过去执行的过程，也学到新的知识。那么希望也透过云端连线的方式，让大家彼此之间没有距离，一样可以跟精舍、跟师父们、跟上人一起过年。旧历过年初一甲初二，情书精舍拢会透过网络科技，把新年祝福送到你的厝内面。台新闻何玉怀、翁国佳、花莲报道。爱读册有法度，今仔日要用在什么所在呢？咱身体有病痛的时阵哦，意志比较容易消沉。不过伫台中的后里呢，有一个读书会成员是伫共修当中哦，得到了正向的能量。其中一个洪淑如呢，原本是做头毛店的事业哦，五年前罹患着咽癌，化疗的时阵哦，这头毛是落了了。不过，咱做伙来了解，因这群人哦，是为什么会当勇敢来面对？虽然因看不到，但是做就对了。如此，无形中已经布下善种子。这个对应到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阳光，是非常有正向的，因为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很好的正能量。然后心情爱放好轻松，卖安逸为阿弥吼，不贪不如心宽啊。在五年前罹患了乳癌，在这段时间也很认真的在接受治疗，透过上人的法，让我勇敢的面对这一切的病痛。对啊，你们两个好有默契啊。当身体有好转之后，就全心全意的投入慈济的一些活动。好，来，先往那边去哦。还包括走入校园，推广环保教育跟师生的一个分享，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真的喜欢读书，我想要再重读，我就会把它做记号。草露风霜闪电光，看淡人生不久长，有生有死皆有命，无来无去亦无生。人的生命就像一滴露水一样，在此际一针一线我都充满了感恩心。当我的体力啊、换那年啊，也是讲家己吃的里算多啊，我拢会去想到讲吼，这些物件咱送给人的时阵，拢会当给人起一份的欢喜心。这些法亲觉得有时候比亲姐妹还亲。一个月之前，我安尼困起来，人拢无感觉啊，摔一下尔，我规个面拢坏掉了。即卖好足济啊，
我这么有啊，这些眼睛都不能动，自己让我遮开对，对吗？我右肩受伤哈，10月15开刀，啊，大家都说诶让我在家里休息哈，我还是想要来上读书会哈。1253页，跟你分享这一段，跟大家在一起那种共鸣哈，那种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大家共同分享。听上人的法，让自己可以更成长。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太棒了。用环保呢做传家宝，这是真正留一个清气的地球给囡仔哦。高雄有一个家庭哦，自百岁阿祖就非常孝服，也现在这个环保行动是主持之工李洪秀族这个阿嬷伫咧带动，三代人做伙做环保。也伫画面当中，咱所看在这囡仔哦，是伊的孙李永杰家弟啊，差不多拢三岁开始就来到环保站。我3岁开始跟阿妈做环保，做环保可以救地球。刚刚手疼，伊给我倒骨粉。做很久会觉得累，可是我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做。有的东西分不出来是什么，铁罐跟铝罐还分不清楚。到不会分的时候，我会问阿妈，跟阿妈来环保站觉得很好玩。是，那个是纸对。对啦，爱加雕，它就是要全摆啊，安尼啊，这地嘛是可以当用。伊就礼拜六、礼拜天吼对我来，我行到对就对我去对坐，拢跟屁虫啊，拢对条条。弟弟哦，玩具人也无爱单出，人会起来吃，要给迄个师姐拆解。爱怎啊来，伊就去遐敲啊。我捡到的时候发现它有电，它会动。我喜欢来环保站，因为常常可以捡到宝贝。他的嗜好干啦，汽车，也都要生汽车啊。对，啊，就是载妈妈、载永杰、载阮二姐，我们载因来做环保。这样子，这个剪刀就压在这个地方，晚上还忙到不能睡觉。做环保，保证的做不见是这样子，这个味道下一代做的啊。啊，妈妈的95岁，做到101岁，过年往生。永杰好干呢，伊拢定定甲我讲，阿妈咱等下看阿祖，伊对阿祖感情很好。嗯，这个是环保站收的啦，刚好就一对姐弟一人一个，他没完结，刚好有一个有做记号的。能不能就？他可能不起眼，可是拿来回家，其实有时候如果说他状况许可的话，你就会把它留起来。像大房电锅，我们就有4台，线坏掉的时候还可以轮流交替这样。这个锅哈，煮煮拢会改调起来，都是没换电子锅。你看想什么就有什么。民航机队、军队、车队，还有自己的空军、海军玩具回来已经那么多了，不要再去买。那玩一玩就是要送回环保站去，让别人可以继续玩。小朋友东西比较不会乱丢，有时候看到那个东西嘛，他说这个环保站很多，他不会去想要买，只要那边说。要祈福。世界挂机喵喵喵！世界挂机喵，咱来看一个花花世界，一个有啥物款心事的代志哦。首先来看是相隔53年之前呢，英国的科学家哦，伫个非洲的乌干达发现了非常罕见的一种蚕哦，这新叶蚕。这种蚕哦，身躯顶哦所呈现的是正特殊金金的光色哦，因为伊敢若有6.5厘米遮尔啊小，无容易被察觉。也一个研究也发表伫个国际期刊当中，研究团队希望讲未来会当发掘到更加侪物种。也印象当中的鱼呢，常常予人感觉是无声无息哦。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伫个1亿5000年前哦，其实这个鱼啊，已经开始咧演化发声的能力。除了海底啊、甲鲸鱼这种哺乳类动物以外呢，现在有超过1/3的鱼啊，会当利用声音甲动力来做交流。也最近伫网络上有一段影片哦，影片的内容是两只海底啊，正快乐伫水底咧佚佗，一个人牵一个人接的游戏。咱翕到这个影片的民众讲哦，伊原本认为这个海底啊可能是咧吐物件。但是详细甲看，原来是有水母做因的佚佗物啊。
的奇妙世界，感觉好像在看《海底总动员》呢。我们请国兴来谈一谈，看到这么可爱的海底生物，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好的，谢谢碧秀。尤其刚刚看到这个海豚呢，在玩这个水母的时候，让我想到。他是不是从这个海洋公园或是海洋世界里面脱逃出去的呢？受过训练的。对啊，好有趣哦。嗯，其实哦，我们会觉得，动物间如果类似有这种不经意被拍到的影片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他们让我们为人不晓得的一面，也可以做更多的研究来了解这些动物们。接下来还有更多重要的新闻，我们把时间交给国兴。好的，观众朋友早安。国语新闻首先要带大家看到的是，在巴西圣保罗有一处地铁施工的工地发生坍塌的意外，幸好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不过呢却影响到附近的交通。不过负责建造地铁的西班牙公司到现在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画面中看到大量土石瞬间崩落，事发现场旁边呢是巴西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坍塌事故导致交通大打结，又因为呢事故发生在平常的上班上课时间，有数千位民众都受到了波及。至于事故的原因，可能跟连续好几天不断的下雨有关联。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索首都比索政府宫附近呢频传出了枪响，那么有消息就指出，当时总统还有总理正在开内阁会议。但是实际上呢，却是一场没有成功的政变。枪声四起，民众慌乱逃跑，当地的市场还有银行全部都关闭。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政府宫被全副武装的人给包围了，还有满载士兵的军车穿过街道。不久之后，总统出面表示，情况都在政府的掌控当中。关心这个国家的妇女权利，玻利维亚是美洲大陆妇女性暴力遇害比例最高的国家。有一名嫌犯在监狱关了六年，但是出狱之后再度的犯案，有两位青少年就惨遭毒手，激起国内妇女的愤怒，他们走上街头，要政府正视这个问题。拿着已逝女儿的照片，眼角是抑制不住的泪光。数千位妇女走上玻利维亚街头，抗议政府漠视国内严重性别暴力问题。Hija desaparece el 10 de julio de 2014. Ella tenía en ese entonces 21 años. Al salir a la universidad desaparece. 残害超过数十位女性的杀人犯查克，2013年被捕入狱，原本被判刑30年，因为医疗因素加上狱中表现良好。只关了六年就出狱，不过最近又有女性惨遭毒手。警方表示，目前已有77人受到她的伤害。En horas de la tarde del jueves, Richard Choque, denominado Violador 77, fue trasladado hasta el penal de Chonchocoro por el feminicidio de dos adolescentes. 玻利维亚是美洲大陆妇女遇害比例最高的国家。这次示威除了向罹难者表达哀悼，也批评警政系统腐败。警察通常只有在私下收取被害者家属提供的巨额现金，才愿意展开调查。Los investigadores lo único que piden es para caminar dinero. Mire a qué hemos tenido que llegar. A cuánto tiempo después se ha encontrado mi sobrina enterrada en la casa de Richard Choque. ¿Cómo puede ser capaz de hacer tanto daño? Nos pedía una recompensa de $70,000.此外，根据资料显示，家暴是玻利维亚最常见的性别暴力案件。女权团体希望当局正视问题，不要再让国内女性生活在恐惧之中。带新闻协调编译。英国首相强生之前被媒体爆料，疫情封城期间违规开派对，
英国最新的内阁独立调查报告出炉，严厉谴责强生。虽然强生呢向国会道歉，不过他拒绝下台负责。Will you take responsibility, Prime Minister? 面对记者提问，英国首相强生露出尴尬笑容。31号，针对他过去防疫期间多次开趴的调查报告正式出炉。强生一上国会，在议员们嘘声下马上道歉。Firstly, I want to say sorry, and I'm sorry for the things we simply didn't get right, and also sorry for the way that this matter has been handled. 过去两年，强生在封城期间举办耶诞趴、生日趴等大型聚会，当时同样违反社交距离政策而被罚超过3000元台币的民众，看到执政者带头违规而不用被处罚，心里很不是滋味。So yeah, I think obviously I'd like the £100 fine that would go to charity if I do get it.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anymore, it's about the principles. 强生虽然道歉，不过仍坚持拒绝辞职，不仅在野党大力挞伐，连同属保守党的前首相梅伊也看不下去。So either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had not read the rules, or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t, and others around him, or they didn't think the rules applied to number 10. They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should do the decent thing and resign. Of course he won't, because he is a man without shame. 虽然各党不断炮轰，强生表示不下台是负责表现，除了将强化官邸管理与监督机制，也会继续处理脱欧后续议题，并严防乌俄边境冲突对国内带来的威胁。大新闻，谢天豪编译。疫苗方面的消息，莫德纳已经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的全面批准，可以提供给18岁以上的民众施打。这是继辉瑞之后 FDA 全面批准的第二款疫苗。目前莫德纳疫苗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获得批准使用，包含了加拿大跟欧盟。前年12月，他取得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至于呢，17岁以下的民众可不可以打莫德纳 ？FDA 到目前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再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天又增加了变数。大年初一，本土确诊呢增加16例，因此台北还有高雄市现在开始都禁止电影院的厅内饮食。而值得关注的是，高雄有一位国中生，他的家庭感染，跟桃园有一间物流公司，这两条传播链是当前比较棘手的部分。春节期间继续追着疫情跑，1号本土再加16例，全集中在桃园和高雄，其中10人居隔验出阳性，对社区影响小。但高雄不明原因感染的国中生，疫情有新进展，爸爸无症状确诊，在1月10号入境后，在高雄的防疫旅馆检疫，那23号期满前裁检还是阴性。那他在1月25号到30号都是在高雄活动，足迹的话再进一步的一个调查。桃园大溪某物流公司传播链也扩大，首位确诊者18757在社区验出阳性后，匡列同职场人员，31号加1例，1号再加4例。3例是员工，1例是同住家人。那整个公司目前已经裁减了343人，初步框列啊，这家公司大概207人居家隔离。全台至少20000人在过年期间居家隔离或检疫，让昏暗的里民活动中心只剩下办公室亮着一盏灯，因为里干事必须随时待命。我们春节期间就是里干事也是每一个次分区有轮值的人员接听电话，话还没讲完，电话就来了。他手中有15个个案，每天都要一一打电话确认。喂，周先生你好，新年快乐，请问一下您今天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好吗？有碰到他要隔天要外出采检的，然后我就必须要上网去帮他看一下，然后自己还要做记录啊，然后还要打勾，大概差不多花2个钟头。春节被工作占据，他只笑着说习惯了，反而更担心检疫者。检疫者他们真的是其实蛮辛苦的，有的旅馆小，他的设备啊，或者是他服务的一些比如说餐食啊，并不是很好，会谢谢他们啊，辛苦配合14天，其实为了大家，然后为了自己的家人。那旅馆昨天有没有跟你们加菜啊？每一通电话不只是确认状况，也想办法和对方多聊几句，让检疫生活多点温情，也希望大家多配合，一起守住本土疫情。台新闻林婷、叶怡琳台北报道。
这几天的天气呢都是湿湿冷冷的状态，因此呢玉山跟合欢山在大年初一降下了虎年的第一场雪。不过呢追雪的民众非常多，再加上道路结冰湿滑，合欢山上头呢就有不少车辆打滑甚至撞山壁，险象环生。即使撞了雪链踩住刹车，相信车在结冰路段依旧打滑撞向山壁。打滑太危险，我们先躲避一下。没有自轮传动的车辆，请尽量不要前往收雪楼路段。中间已经路面结冰，而且有很多台车已经自撞山壁了。远景呼吁民众行车要特别小心。由于低温加上水汽充足，大年初一清晨，合欢山降下虎年第一场雪，许多民众除夕夜就上山追雪。有带雪链啊，然后有带那个鞋套啊。往合欢山的公路上，车流速度拥塞，远景冒着低温指挥相当辛苦。呼吁驾驶人行经雪境公路段的时候，保持安全距离。仁爱分局警方在台十四甲线29公里处昆阳停车场设立管制站，车辆加挂雪链才能通行。民众上山一定要做好保暖，注意安全。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道。提醒家长要留意了，如果您家里的小孩习惯吃重咸又爱喝这个含糖饮料的话，当心有可能会长不高，因为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刺激青少年的生长板呢提早密合，长高的机会就会大幅降低。家中的孩子是否被咸味控制了？清淡的食物几乎无法入口，吃咸会跟着吃垃圾食物，然后吃零食比较多，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身高。很多人吃完重咸就搭配含糖饮料解渴，恶性循环，渐渐肥胖。在满足口欲的同时，脂肪组织可能造成提早发育。如果提早开始发育，有可能我们的骨骼的生长板会提早闭合，所以它整个可以生长高的时间变短，那相对在成年的时候的身高会比较矮一点。不止高矮问题，还有一个潜藏的风险。我们的盐分的这个过滤跟重吸收哈，就是都是发生在肾脏，好，那肾脏负荷很大，哎，那所以如果你一直处于高盐饮食的话哈，很容易发展成高血压，那16、17岁就跑出有高血压了。正常饮食，拒绝过咸的诱惑，对健康才有好处。大爱新闻郭宁、郭继宗台中报道。印度的菩提迦耶是佛陀成道之地，但是呢，却也是印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现在寒冬到来，乞讨的街友经常被发现冻死街头。慈济在当地呢，有一位志工，他特地准备了300条的厚毛毯，还有口粮，及时送暖。三轮车塞满厚毛毯，开过安静的街道。因为疫情，观光客减少，菩提寺外更显得冷清，冬夜里的寒更冷了。靠乞讨为生的街友们相互依偎取暖，要熬过这漫漫长夜。不曾想过厚重的毛毯会被披上身，这一刻突兀，但立即被感到暖意的微笑而取代。身旁的人熟练地伸出手来，期待接到的是最需要的温暖。300条厚被，志工是沿着街道步行5公里，找寻街友，一一亲手披上。老人之家都是因病而苦的长者，常有体弱者跌落在地，志工特地送暖来，也送上大米和食粮。桥下的贫民区大多为三轮车夫，居住简陋，哪能够避寒？拿到的厚被能够让他们在冬天好好入眠。佛陀成道之处，慈眼视众生，济贫拔苦就在当下。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释阳印度综合报道。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像是新春拜年，即使呢人在国外没有办法在台湾面对面，但是现在透过网络视讯连线，可以没有时差也没有距离的来拜年。土耳其的满纳海国际学校
难民的学童还有师长特地用中文的方式分享满满的祝福。上人在昨天的志工早会开始就说到，他们是有福的孩子，努力追求梦想的同时，记得要放下心中的仇恨。二年级的小朋友要跟您说一句话哦，新年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看爱的那一个孩子，被爱的那一个孩子多可爱呀、啊！心美，当什么都美。要这爱来会人见人爱。假如世间没有这一群人，到底这一波的幼小人间呐、啊，如何活下去呢？ضوء حق المصحف أول ليلة الإجينا نمنع على الأرض ما عندنا تياب نتغطى فيها حرامات شيء ما عندنا غير رحمة الله أقسم بالله صحيح الحكي والله العظيم ما علقناك فيها ما عندنا. 当他们的社会啊，很残酷的彼此残杀，他要被妈妈拉着，哥哥姐姐一个拉一个，受尽了。惊吓，受尽了危险，那救赎一生躲过去，一定啊都会有一些抱怨。我就说，要给他们呢，心中啊布下了爱的种子，不要让他们心里啊有埋怨。仇恨的心。ليش انت كتير بتعيطي؟ سلامتك. وحريت عليهم كتير. شو كمان؟ تمنيت اساعدهم. حسيت كأنه اخواتي. 他们也会存储竹筒。他们也知道省吃零嘴。那总是呢点滴啦。除夕去来。لو كان قرش واحد لازم الكل يتبرع. لو نضل من دون أكل وشرب. لو كان نعيش من دون أكل وشرب لازم نتبرع للفقراء والناس. 一个同伴都没有，可是他的心满满的想要付出的爱，只是呢，他身上。没有食物，无有食材，也纸钞铜板，他就用纸写的一个，就这样的丢下去。هو متبرع فيها وكاتب معها رسالة يعني دمعت عيني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ة يعني حسيت إنه في شيء هيك شعور غريب داخلي. إن التبرع أحسن من الصرف. هذا صوت المحبة والمال. 不同宗教啦，核心同一，去帮助那一群苦难的孩子，给他们呢。能吃饱，还给孩子们的有书读，看到了，那都是爱。今年过年前的大扫除，您家里有没有丢掉一些家具呢？根据统计发现，台湾每年丢弃的大型家具大约有15万吨左右，
其中有60%通通送进了焚化炉。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在桃园有一个民间协会，他们专门收集二手家具，修理之后再卖出，不仅延续了物命，同时也帮旧爱找到了新欢。某一个不是说很快，因为它很多角、很多边，有没有？3、4、5、6，这是6个6，这12个，作为歌手哈，这是重点。小小一块木板暗藏数十个细节，只要交到宁大哥手中，所有边边角角都完美无缺。因为它很粗嘛，然后包括还有痕迹，有没有？粗磨磨过以后再细磨。手很巧，讲话咬字却带点模糊，因为中风曾找上门，花了4、5年复健才能独立行走。当他可以独立行走的时候，他就到处找工作。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他手很有力，而且他以前有工作经验，所以我们现在就请他到木工房帮我们做再生制品的最后的把关。他说他下礼拜才要补。这间木工房其实是关怀协会，职员多是身心障碍、中高龄失业者或单亲等弱势族群，曾经历人生黑暗低谷，现在重寻一盏亮光。我是中高龄失业劳工，然后我希望这个是最后一份工作。这边常常会有跟人相接触，所以我觉得有像家庭的感觉。当初我们是用免费咖啡的方式提供学生，白天有一群朋友们也喜欢到木匠的家咖啡馆来，啊，他们大概是身心障碍啊，或者喜盛的妈妈。后来我们发现到他们甚至成群结队一起去工业区找工作，但是没有机会。所以政府就找协会合作培训弱势一技之长，过程秉持环保不浪费，材料来自二手，物尽其用。做剩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把它裁成这个尺寸，然后我们再把它做成这些杯垫。在这200平大空间里面看到的所有家具都是回收而来，但并不是全部都能再利用，因为有1/3的家具都像这个木板一样已经残破不堪了，没有办法修理，更没有办法改造。每天有无数民众来电，请他们带走不要的家具，但很多人不清楚哪些适合回收。这个哦，这被狗咬了，不会再用，没办法再用，你要把这个光面。那我们再弄的话，我们不划算，弄起来哦，差不多卖2000块。如果皮破掉了，或者弹簧断了，这些我们就真的没办法了。纸材如果不是实木的，我们也真的不能再用。或许来到这里的家具暗淡无光，生命缺了一角，但细心雕磨后终能看见亮丽价值。新闻最后，感恩与您共享美好的早餐时光，让您暖暖一整天。我是林国欣，我们再会。